是有人说怎么领那么多，刚刚在我们群组里头说你六个月才领21万，这个因为你知道我们海线幅员太辽阔了，再加上为什么这些人要跟着我到处跑，因为除了立委的选举之外，我还要帮党冲政党票，所以基本上我会到市区，我甚至会到南投，我甚至大家应该知道我会彰化，甚至就是到各地去，哦，那我最远还跑到高雄去。那因为这些人去了就会帮忙，想说去了帮忙发一些小物小文宣，哦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3-4个礼拜前那个网军恶搞之后，事实上我有去了解了一下，因为基本上一样，我在柯主席的竞选经费里头，我讲有时候自己候选人不是清楚那么细节，但是也经过这件事情，我也跟总干事跟会计师我们有坐下来谈，所以最后会计师给我的是说这样子的申报没有什么问题。